我作為一個汽車編輯，原來我坐入嚟展覽入邊咧有少少慌張同亂嘅。點解咧？因為咧喺門邊所有嘅位置咧都揾唔到個開門掣嘅。究竟開門掣喺邊咧？原來唔講唔知道。是向呢個位置，所以如果有機會坐入展覽入邊，若唔識開門嘅話咧，不妨喺呢啲地方揾下。